大家好，我是张叔，现在春天来了嘛，这个播种就季节了。我们这边呢，现在可以开始种那个苞谷，还有屋里的那个房子呢，要重新把它搞整一下，再重新来看买杂七杂八的啊，工具那些嘛，还有是需要的东西都得这个来，要便宜点。大家先去把种子买个。我们这边的田现在开始好了，看到了。他那个米是给实的，哦，他给实的，买实的包谷，买了两包种子，这个呢30块钱一包，这个萝卜谷呢10块钱包，这个二天来喂畜生，这个拿来人吃，都拿了没有？种子买完噶，再来，最起码你得去买点杂七杂八的工具才行。怎么样？好嘞。出的最折中啊。刚刚在市场里面呢，叫来他工具股吸取了，然后我们就没买，然后走到下面在高头来，在高头呢要去选息，当然老表在那边去选去了。嗨，买了把扇子啊，或者黑板，这个呢是抹折了来抹墙的，还是把墙了整平一点噻。这里呢买了两根钻子。那个墙上有需要打的，还有就是那些可以拿来发财的。这儿呢，带到另外一个铺子去，再去整把锄头噻，噶，把它铺那些啊，该种啥子种啥子，好挖噻。好吧，我们这边要外出5个人，就在那个定点地方办那个健康证，还有跑长的规划。在那个市场里头呢，走操走了2圈。好多那个铺子还是没有开门，有两家开起的，他那个锄头又不好，晓得嘛？然后不仅挖，我屋里那个锄头呢，那天我用的过猛，直接挖成2节，没捞些汗，是嘛？正好这一段时间呢，老板也没上班，路啊工地高头也没复工，他们在屋里呢，硬的耍到磨皮残了的。我就说我跟你两弟兄找点活路做嘛，是吧？大家在一起，你看嘛，活路也做了。该种的也种了，酒也喝了，饭也吃了，对不对啊？大家在一起呢，时间还过得快一些。这个市场里头看看没得，这样呢去另外的市场看还有没得。正好呢，把那个河沙啊、水泥啊，还有泥土粉啊、乳胶漆那些再看一下嘛，做下那个性价比噻，看跟香肠上的那些有啥子区别没得。该买的呢买了，该订的呢也订了。这儿嘛转了一圈，肚子也饿了。然后走出来呢，看到一家面店开起的，好久没整兔儿面了的。自从上次在幺妹那里整个那个兔儿面嘛，在外头还没吃过，想念那个店子里头的味道，肯定比我弄的要巴适噻噶。今天就来整了几碗面。老表是你整的抄手啊？抄手。哦，卤啊，你也是面啊？对。我整的3两哦，兔儿哦，面来了，红妹擀面喽。爷爷老表，看到这个面好委屈啊，本来喊你抄手个，嗯，早晨吃面，中午也吃面，晚上还吃面，主要吃个鸡柳面，宵夜还吃面个，人吃成面的去了。这个外面的那个坨子肉就是比较精髓的，好细。肉是小坨，但是味道还是多好的。
哎，你两个都去筷子啦。好，把汤拿喝个噻。汤不要。这个浓缩的都是精华，营养全在汤里头，你卖不喝？看嘛，我说了的嘛，那点好东西。来哦，我去收哦。本来喊蒸笼，看你没得法了噻，噶，只有拿皮筋来扯，噶，好没？整起走哈。拜拜喽，妹。